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9:56，加权指数涨48点，太少哦。四十八点太少，为什么说太少？为什么说五十二点，就算五十二点也还是不够。你看台北股市，从川普宣布2000亿商品关税之后，4天4个交易日下来，台北股市才涨多少？如果说把今天给加进去了，到昨天为止是涨四点嘛，把今天加进去也不过才50几点而已，4天才涨50几点而已。你看人家美国，美国是中美贸易战之四主啊，之四主，他美国跟中国在打贸易战之四主，你看道琼昨天又大涨，而且是创历史新高，道琼创历史新高，创了历史新高。纳斯达克昨天科技股也是大涨，纳斯达克科技股昨天也是大涨 ，S&P 500指数昨天也是创历史新高，昨天欧洲也都大涨。你看从川普发布完之后，整个欧洲股市一路涨上去。好，大陆股市的部分，我们先看日本哦。日本涨更多，日本已经涨了1800点了。香港今天又开高，最多涨200点。香港这几天上来也涨了1600点了。我们不是这个贸易战跟我们没关系啊，没有直接的关系啊，我们反正是最弱的哦。大陆股市今天开盘，目前也是上涨啊，目前也是上涨，但刚开盘而已。所以台北股市今天涨50几点，太落后了，这会补涨出去啊，这会补涨出去。我跟大家讲过，台北股市都在走25天的循环，台北股市都在走25天的循环啊，都在走固定25天的循环，25、25。上礼拜三反转 ，OTC 更清楚，所以这是一个上涨25天的规律，你不必要自己吓自己，不必要自己吓自己，赶快顺着趋势做就对。这两天台北股市的弱势跟什么有关系？跟瓶盖股有关系，因为这次 iPhone 卖得太贵，所以大家怀疑这次 iPhone 能不能卖得好。大力光今天又杀盘，被外资调降目标，但外资降到5000，现在也不过才3000而已。最近大力光的下跌也造成台北股市很大的压力，那瓶盖股这一系列都被砍下来，真顶啊，一系列都被砍下来。所以林德燕没有推荐瓶盖股，因为时机还没到。我对瓶盖股是有研究的，瓶盖股时机还没有到，你不要急。那确实啊，这次 iPhone 卖得太贵，你一支手机50000块你买不上，你要卖给谁？可是话说穿了哦，人家苹果自己也没有跌啊。对，虽然说这次苹果 iPhone 的手机卖得太贵啊，可是苹果自己手机，苹果的股价也没有跌啊。苹果昨天股价还是涨的哦。昨天苹果股价还是小涨的哦，苹果并没有下来。那苹果都没有下来，不管它卖的怎么样，人家都没有下来，为什么台北股市的瓶盖股反而跌成那个样子啊？确实是有点离谱哦。好，那今天行情里面，台北股市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还有一个族群也是很离谱的，南亚科也是很离谱。南亚科目前跌1.7块，1.7块虽然不多了。可是我说为什么说离谱？你看哈，昨天美光涨了2.2%，对不对？那美光昨天发布财报，第四季，它的第四季是6、7、8三个月叫第四季，第四季是3.58美元，那全年的获利是11.5美元，这个都是好数字哦。所以这个数字发布完之后，股价是上涨的。可是后来公司说
川普推动的大陆进口2000亿商品加征10%关税，这个对于美光会有影响啊，对美光会有影响。就因为这句话，美光盘后跌7%，那美光跌7%，带动很多人今天一开盘之后就去砍南亚科，开盘去砍南亚科，这得勾到菜刀，真的得勾到菜刀。安怎讲？美光它的晶片也不是在，也美光晶片是在台湾生产，然后在大陆封装，然后运回美国，有些是销中国大陆，所以从大陆运往美国的部分，这会有关税的问题，可能会被加征10%。可是南亚科本身来说，它是台湾生产，然后台湾制造，直接交给合约大厂。懂意思没？所以它跟大陆运往中国是没关系，是没关系的。反而昨天美光的财报更证明南亚科第三季的财报会很好，因为美光财报又创新高，所以证明南亚科第三季的财报买就好诶，会比第二季更好。那这个跟美中的关税2000亿那个商品10%，嘿是无跟咱无关系。可是很多人看到美光一跌，然后又开始去砍南亚科，这完全拢是错误的。哦，首先南亚科旺宏被砍，这个是完全是乱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要去受到影响被去乱砍，这个股价已经在很低的位阶。你看它第二季赚3.668，上半年已经赚了6.1了。啊，6.07了，第三季的业绩会比第二季更好，所以搞不好第三季财报出来，9块钱都会有，啊，9块钱都会有。那股价已经跌这么低了，你还去乱砍啊？千万不要啊，千万不要！你在判断上，你一定要做对的判断才行哦，啊，不要每次都看到市场人家怎么做，然后就跟着乱砍。啊，这是美中在贸易战，他们有很多的东西，台湾有些是受惠的啊，台湾有些是受惠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行情里面有很多个股其实都是好机会哦。被动，我们来看被动元件。最近很可惜啊，昨天融资又大减18亿，散户吓到就乱砍股票，啊，实在是没那个必要。你看国巨，我们昨天下半场买国巨。我们昨天是买475跟485，哎，现在已经506了。这整个时间点反转到这两边的时间一样啊，整个下跌时间跟之前上涨时间也是一样。哦，所以昨天是一个反转时啊，是昨天是一个反转时间。被动元件国巨一动之后，国巨只要年线再站回去。甚至550平台再上上去，哎，叮当哦，爱注意哦，国巨就会带着整个被动元件动了哦。我们昨天475跟485买的，好，然后今天我们一开盘之后 ，VIP 会员买环球晶，我们今天 VIP 会员开盘之后买环球晶，我们开盘之后310买环球晶，哇，环球晶已经快涨停了，我们310买环球晶，最低309.5，因为环球晶。我跟他算过时间周期也刚好，啊，这个时间周期也刚好，都是25天的循环，啊，都是25天的循环。你看他从这里，对，1234567891011121314151212123242324，这波下来24天，1234567891011121314151212123242526。24天、26天，来，1234567891011213142121212325262627，在这里，所以每个波段时间都几乎是一致的。所以它这里盘底之后，黄金交叉出现，这个开始回升攻击是对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开盘之后 ，VIP 会员买环球金310，好，现在已经大涨上去了。所以之前叫大家不要碰不要碰，因为时间还没有到，很多人越买越跌，越跌越买，套了一塌糊涂，我们今天才开始出手。
那今天环球金跟国巨只要一动之后，那么整个市场买气会再被带上来。太阳能昨天又转弱了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基本面不好，你不要去乱碰。今天离岸风电也很强啊，离岸风电也不错啊，离岸风电也不错。所以操作上，你尽量去找那种业绩很好的、股价相对比较低的。那尤其今年是大幅成长的，逢低赶快买进。这是一个25天的循环的行情啊，25天循环的行情，量不让走啊，不会做让明天带着你做。我们现在有小钱变大钱的活动，有小钱变大钱的计划，跟上我脚步。我们服务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，我们下午见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